Sepia Pamela Wood Veneer 球纹沙比利木皮是一种具有棕色底色和球形密集纹理的木皮，它在设计、装修和家具制造领域中有多种效果和影响。独特的纹理球纹沙比利木皮以其独特的球形密集纹理而备受欢迎，这种纹理创造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外观，为项目增添了独特性、豪华感。这种木皮的外观和纹理赋予室内空间一种豪华和高档的感觉，适合用于精品家具和高端装饰。原木质感球纹沙比利木皮可以突出木材的自然纹理和颜色，为项目增添了原木的质感。多用途性，适用于各种家具制作项目，包括桌子、椅子、柜子、门和箱板等。装饰性，其独特的球形密集纹理使其成为装饰性强的元素，可以用于墙壁、天花板和家具表面。染色和涂装，球纹沙比利木皮可以接受不同颜色的染色和涂装，以满足不同项目的需求。总的来说，球纹沙比利木皮以其独特的纹理和豪华感而闻名，它适用于各种室内设计项目，特别适合那些希望为空间增添独特性和高档感的项目。这种木皮的使用可以帮助创造出具有独特魅力和精致外观的室内环境。